什么眼神儿？我能被拒绝啊？我死了！怎么了？他不是因为你。小凤，别怕。剪刀。车祸大出血，抢救无效，夫妻已经双亡。一峰姐，这孩子是应激障碍，我们俗称叫 PTSD， 可能会有梦游、选择性遗忘等问题，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。一峰姐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如果记忆可以装进盒子，那么这个盒子该有多大？这把钥匙该藏在哪里？人总在不断寻觅中长大，寻觅中失去，而我在不断寻觅中找回了自我。在生命的旅途中，难免会有生离死别的事情发生，尝尽酸甜苦辣，逃不过悲欢离合。有的人注定只能成为过客，而有的人却是一生的牵绊。无尽对视觉有吹不散的涟漪，我想我们好像只是太过于坚持而已。如果只是不讲明的约定，又有什么焦虑？我们的前进是永远或是瞬息心渐渐的暖语，是这故事最美途径。从我们的微笑甜了，总是不腻。我找到了青梅竹马最大的原因。曾经会害怕一起，是否太多的犹豫，要直面真情。自从我们的相伴甜了爱的意义，我明白了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。幸福就像同款戏，两颗耐看的真心。永恒的真谛，哦哦，永恒的真谛。
吃饱人不肯做饭，想饿死我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他。你说爸爸妈妈出差20天，你们吵了43次了。妈，是他。行了，小峰，你是姐姐，你要让着弟弟啊。小云，你是男生，要谦让女生，知道了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啊，我们要登记了。听到没？让你照顾我，是你要谦让我。你是女生吗？你，这就是我噩梦般的人生。我要是没有这个恶魔弟弟，那该有多好啊！送我房间。喂，我是你的仆人吗？那我不吃了。你站住！要不是因为你之前数学竞赛得了胃病，给我添麻烦，我会牺牲我宝贵的学习时间给你天天煮饭吗？新买的，赶紧吃，赶紧好。包子，千层油糕，桂花糖藕粥。又死了，甜死了。叔，喝了一口美洲常驻佳品，包子吃光。开始了，相信同学们心中早已定好了新的学习计划和目标。高三的师哥师姐们，高三了，我要加油。哎，苏念峰，你分哪个班去了？那糊涂开题呢？问学渣分哪个班，当然是五班了。果然和我一样，一起垫底，大家还是同学。相互关照啊。我学习就是爱分神，但高三了，我决定要冲刺一下。来个全神贯注的操作，逆袭一下。哎，等等，不是你找你学霸弟弟帮忙不行吗？十句话有八句话都来教训我，还整天摆臭脸，死也不要。臭脸！哎，苏念峰，等等我！哎，你也分到这个班了？哎，下课以后打。你也在这个班？找你是吧？以后咱俩是同桌了。以前放学老跟你一起回家那个，他在哪儿？他好像去了20天都没有了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羡慕死我。咱俩又一班。都报进补习班吧。我还恨不得一天扎在学校里呢。天哪，我居然带错了课本。特别好啊。我什么脑子？球 MVP 超级学霸，嗯，哎，不是，他应该去学霸一班。是啊，怎么来咱们班？来我们学渣五班了。丢三落四，原来只是送课本，吓死我也。谢谢你啊，你先走吧，我要上课了。爸妈怕你早恋，让我来督促你学习。怎么总是一魂不散？觉得没事，这回可能行了。那不行。开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篮球友谊赛，还有啊，苏慕云竟然主动要求来咱们五班。开学典礼的演讲
准备得怎么样？到时候现场发挥就可以了，没有问题。高三两个目标，第一，逃离苏慕云魔掌。差532米，我就不信我考不上离那个恶魔108000里的大学。不过，我这个分数考不考得上大学啊？第二个目标，干嘛？至于吗？怎么了？嫉妒啊？秦瑶就是比你帅，比你温柔，篮球打得也比你好，尤其是他的笑容，我一看就要融化了。夸别人的话就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说了。我是来通知你，下午去球场看我打球。我都说了我不要去，我要补课。秦瑶。Hello。不想去就算了，补习也挺重要的。不不不，我决定当个好姐姐，我要见证我弟夺冠荣耀时刻。你还站这干嘛？我要换衣服，走，出去。哎，雪峰，我来帮你。啊，谢谢。你这忙前忙后的。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那我吃了啊，你多吃点，不用客气。那我尝一下，挺好吃的，你自己做的？这么厉害，秦阳，你是不是对好吃的有什么误解？没啊，你姐可厉害了，进得了厨房，上得了学堂，要是有人这么天天给我做好吃的，我做梦都要相信。那你可以经常来呀。会的。想要看球，拿出点诚意。交易牌做了吗？哦，对了，那我先去做加油牌，我们球场见。好，球场见。这不就是我想要的解题方法吗？哇，写得好清楚啊，你还算有点良心。可忽远忽近，对视却有吹不散的涟漪。我想我们好像只是太过于坚持。迟了两分钟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八方神仙，保佑某人别找茬。我们的前进是永远或是瞬息心，渐渐的暖雨是这故事最美途径。学姐，你是苏慕云的姐姐吧？苏慕云的姐姐，相互之缘。学姐，学姐，学姐，够了！学姐，快，学姐，吃点东西。苏慕云穿多大的鞋？对，人有三急，我先走了。别走，学姐，学姐，走啊！啊，好，我只回答一个。好，一个。鞋码43号。明白了，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，幸福就像通关系，两颗满含的真心。同学，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吗？可以认识一下吗？想着未来每个小日子里，新翻倍的经历，你守的夏季，每一吵着要去哪里，我都会说可以，浪漫飞行下去。甜美
在彼此眼里重新说的原因。我跑了六家奶茶店才买到你喜欢的奶茶。我不喝了，送你喝吧。谁啊？身边又换了一个，奶奶长得就是不一样啊。就是，他很有名吗？刘子慧。对，有名的问题少女。你看他身边那个跟班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啊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呼。那个谁？那个谁？啊？那是谁啊？加油！加油！没见过。挺受欢迎的哦，那他怎么能跟你比呢？你就好比那鸿鹄，而他不过是燕雀。我明白了青梅竹马最美的原因，幸福就像同行，两颗耐看的真心，永恒的真理。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秦瑶的呢？应该是那次吧。他是第一个这么温柔对我的男生，他的笑容，你为什么一下子照亮了我整个少女时代？苏慕云，加油！苏慕云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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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都记下来了吗？写的全吗？现在人都什么审美啊？难道是被苏慕云拒绝的女生来拿我撒气了？崇拜苏慕云的女孩有很多，你被拒绝了也别太伤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苏慕云不只是拒绝你，她是拒绝所有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所以啊，你别太伤心。你是个美女，要自信哦。我，被拒绝？谁啊？不是吗？可笑，可笑，太可笑了！你什么眼神啊？我能被拒绝啊？我苏慕云是？怎么了？他不是因为你。哎，没你什么事儿啊，赶紧给我走人。赶紧给我走人，跟你说话。有什么问题跟我说。他对我女朋友女神不尊重，道歉。刚好今天来了很多老师，想到大的话我奉陪到底。太帅了，真帅。别以为我怕你啊。哎，那个谁，我们走吧。你看到没有，喂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没受伤吧？哎，你的汗都蹭到我头发上。你洗头了吗？真丑。哪里丑啊？太帅了吧。雄就杰，都帅死了。我看看，我的手机，你有什么权利啊？上课迟到还早恋？我哪有？还说没有？
是他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能只是饿了，没事的。你算是遇对人了，我啊刚好给我弟送饭，他在篮球队训练，说没时间吃，让我拿回去。正好可以给你。不用了。好心人，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吗？叫我宇宙美少女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再见面了。宇宙美少女，喂喂，听说你很有名，我也很有名，要不我们认识一下？有趣。小气啊！那姐姐要的应手，原来小好几个嘛。那个是我拿漏了。哎，你这是苏慕云的一手资料啊？不共享。哦，没事。苏慕云，哪？苏慕云。走啊，去庆功宴。你就放过小凤吧，你看你这个假期，你越吃越好，他可是日渐消瘦。能者多吃。哎，等我一下。今天就到这里，下课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老师再见，再见。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，再见。这么晚还来干嘛呀？张老师，对不起。老师啊，利用自己周末的时间给你们排名靠后的同学补课，你还不珍惜。我错了。说实话，你现在的成绩很不乐观。你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吗？我未来要做什么，由你自己决定。你要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你自己可以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来，这是我专门为你选择的一些重点题目，这些题型要是研究透，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加油，老师相信你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再见。什么时候开饭？都几点了？什么时候开饭？我都快饿死了！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对不起，马上回来。我很擅长帮人补习，你可以求求我。求你干嘛？我都忍你一天了，你别这么居高临下跟我说话。你这样的坏脾气，注定要孤独终老。是你啊！吓死我，没点声音。
吃吧，热的。这么好心，话真多。这是不是有毒啊？不吃啊，给我。喂，你是不是真的知道我喜欢吃金枪鱼饭团呀？自作多情。我跟你讲，不要。为什么？你是学习好，但不代表你能当好老师去教我。武断。当老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态度平等，否则沟通为零。成交。啊？什么？我平等对你，给你讲题可以了吧？我有个事想要跟你商量一下。说吧。以后啊，在秦瑶面前能不能说说我的好，别总踹我他，毕竟你也太情绪化了吧，怎么还有那么多女孩崇拜你，他们全瞎了吗？我饭还没吃完呢。你等等我。苏慕云，到底该怎么办？语文不行，数学更差。天啊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！安静。我的时间都花在给你做菜上了，你给我吐出来！你自己学习喜欢分析，还怪我？就怪你，怪你！吓我！想憋大招，别想骗过我。苏慕云，你是不是垃圾桶转世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成绩才上不去。为什么要把家里弄这么乱？再考不好，就因为你太笨。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光速的离开家，离我弟远点。完了，今天摸底考试绝对不能迟到。你惨了。我都还没复习好呢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你复习不复习不一样吗？考试之后班里就会公布成绩，我要是再考倒数几名，我就死了算了。拿着，快！记得拿上你笔记。你
要了。站住。啊，谢谢。我送你啊。良心发现。晚上加三个菜。想得美。就这么定了。这个面包我正式命名宇宙火焰骑士爱心包。抓紧。就会心情不好，就会考不好，就会没办法认真做饭，你呀就会饿死。再啰嗦就下车。你是不是瞎呀？怎么是你啊？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来，我感觉脑袋痛啊，屁股也痛，我是不是脑震荡了？哦，验伤，有事找我，跟他没关系。上车。对不起，我叫苏念峰，你的早餐我明天还你。哎，苏念峰，记住你了。我板呢？快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手动赞。喂，这是你的车，为什么要我停啊？哎呀，刚开学就迟到啊！这要是高考，这多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主任，想问您个事儿，那个谁是谁啊？苏慕云，你不认识啊？惠明的全校第一啊！学霸呀！嘿咻，这个奥数。物理竞赛、作文竞赛，那是逢奖必拿，那是学霸中的学霸。主任，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啊？要是跟学习没有关系的，一律免谈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苏慕云在哪个班呢？这和学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啊！我要跟他成为同学，向他讨教学习经验，近朱者赤啊。站住！过来，宋建峰，这是学校还是你家？想几点来就几点来。对不起。别对不起啊，我给你们班主任打电话啊，让他好好管管你。啊，别，我自愿罚站，求你千万别对刘老师说。行，下不为例啊，这次罚站，我盯着你。人丑就要多读书。
是不好看，但你再乱涂我的笔记，我就让你好看。大家记一下单词啊。I haven't got the references book yet. 抱歉。抓到！挡着！快，来！快来！快！其实不用书，用手也可以。我的脸比较小。啊，对。同学，第一次迟到啊？嗯，初犯。那你千万别被清晨野狼发现。谁呀？哎呀，教导主任啊！啊。我叫乐迪印，多谢女侠相救。我叫苏念风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我去拿一下月考卷子，苏慕云，你上来带大家读下单词。好。真的，你千万别被抓到，知道吗 ？Generous。Generous。Attractive。Attractive。Harmony。Harmony。Disappointing。Disappointing。Buster。Buster， 啊 ，Freeze！ 你的字写的挺好的。Jones， 谢谢你啊，我很普通，很少有人这么夸我的。Ignore，Come，Come，Recover，Discover，Discover。哎，我是不是之前见过你啊？下课了，这下得努力了呀。Be quiet。这是咱们班新来的同学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乐迪印。生命是脆弱而短暂的，希望大家多多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勇敢做自己。说得很好。然后我不太会交朋友，希望大家见谅。来，坐那儿。不苦不累，高三没位，不拼不搏等于白活。为了刺激你们，咱们班从今天开始按照名次排座位。现在歧视，这是对学渣赤裸裸的歧视。这谁啊？这是什么人？你叫刘子慧吧，介绍一下。刘子慧。相信大家很快就会认识我，我的特长是长得好看。很高兴能和大家做朋友。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。 好好，同学们之间应该互相帮助，让新同学尽快适应咱们班的环境。现在我开始点名。既然要互帮互助，那就应该让优等生和差等生做同桌。同学们，对不对啊？有道理，哎，说得好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么说。你这位同学很有想法嘛？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我觉得优等生、差等生有很多方面，不能单从学习方面来看吧。能独立宏观的思考，这一点很好。老师，我建议自由组合，怎么样？真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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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接下来是你们高三第一个选择，
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和谁坐在一起。来坐，你们两个哪个选我做同桌？为啥不跟我坐？下课的时间把座位换一下。同学们，大家收拾一下东西，到门口看看。先到先得。我在这坐吧。做我同桌的机会十分宝贵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……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画乱我笔记本的事，我都还没找你算账。摸底考试我也可以帮你。我已经有想选的人了。成长的坚定而不移，为这世界。